却也救了我。我们一饮一啄，可谓不亏不欠。欢迎两位推剧官，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任毅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战。因为我在剧中扮演的石影呢，他是他既是一个神官，然后也是空桑的世子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孤冷、清高，然后心智坚硬的这样一个角色，背负了很多的责任跟过去，是一个心怀爱跟国家的这样一个人。啊，明白了。我先来吧，我在《黑虎窑》当中扮演的是石影，他是一个清高孤冷的这样一个神官。我在剧中扮演的是赤足郡主朱颜，是一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子。哎，张张，我看你带了一个道具吧，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？啊，没错没错，这个呢就是我在剧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武器，它是一把伞，然后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用作遮阳。哇！要不要举一次？马上就拍到了。啊！我说要不要举一次？不要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机会只有一次，没办法。好的，那这次的角色相较于以往角色来讲，感觉也不是不一样。我们用三个词给大家形容一下。哦。因为我在剧中扮演的石影呢，他是他既是一个神官，然后也是空桑的世子，所以他是一个比较孤冷、清高，然后心智坚硬的这样一个角色，背负了很多的责任跟过去，是一个心怀爱跟国家的这样一个人。啊，明白了。那任毅呢，以前塑造过很多叛逆倔强的一些人物形象。是一个大家没有看到过的肖战，跟不一样的肖战。我相信《黑虎窑》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的，非常期待。任毅呢？这部剧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无论是戏的量，然后以及我的经验所在，可能第一次出演一个这么大型的古装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其实跟导演啊，包括战哥、师傅一起合作，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所以每一天都是成长吧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非常期待。我觉得是，我时隔一年多再一次拍古装嘛，其实我自己也有做很多的功夫，因为想给大家还是去。是一个大家没有看到过的肖战，不一样的肖战。我相信《黑虎窑》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的，非常期待。